诡异的外星文明入侵地球，仅仅一道光线便让小镇所有人和动物同时晕了过去。小镇瞬间变得死一样寂静，车站内正要回小镇的医生突然发现，所有列车被禁止前往小镇，原因是该区域停电了。但这个理由医生显然不相信，他急忙联系家里的女儿，可电话根本打不通。想到女儿可能出了危险，医生急得直接打滴滴回家。在车上，他一直给女儿打电话，但始终打不通。这时车子停了下来，是前方实行了交通管制，星级如焚的医生赶紧下车询问执法人员，却被告知小镇现在禁止入内。解封时间不详，医生解释自己女儿可能出危险了，希望能入内，但还是被无情拒绝。无奈他想出了个办法，直接走山里的小路回家。果然这里没有阻拦，他顺利进入了小镇，可这里根本没有停电，反而灯火通明。突然他发现前方许多奇怪的人，好像是军方的士兵，他们正在研究着什么。而更远
环顾四周，动作十分谨慎。可下一秒，那个人就晕倒在地，被同伴拉了回来。这一幕可把医生吓坏了。这时，对方发现了他，医生赶紧朝家的方向跑去。可下一秒，他也晕倒了。等医生被抢救过来，军方的白哥要他先去做个检查，然后暂时到临时地住着。小镇现在进去就会晕倒，他们正在调查原因。第二天，国家安全部门赶到了现场，为首的长官下令派出直升机进入小镇，看是否这一切是恐怖分子所为。直升机进入小镇领空，他们发现飞机镜头没有任何画面，长官要他们降低飞行高度，机长于是把高度降低到900米。这是画面出现，但是非常不清楚。直升机继续下降到850米，画面变得清晰，能看见小镇上晕倒的人，可就在这时，飞行员却突然晕了过去。 害怕诡异的范围突然扩大，军方开始疏散临时地的平民，很多人不愿意离开。医生担心女儿心切，差点和士兵发生冲突。幸好白哥阻止了他们。突然，医生接到了电话，竟是女儿打来的。原来小镇里的所有生物已经全都清醒了过来，他们感觉就像睡了一觉。紧接着，临时地的人们也纷纷接到小镇那家人打来的电话。白哥还没回过神，小镇的危机就这样解除了。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，只过了两天，小镇里当时晕倒的女儿，无论年龄大小和是否有过伴侣，他们都同时怀孕了。 军方把所有孕妇召集到了一起，他们认为这肯定和人们当晚的晕倒有关。而且通过检查，他们发现女人们肚子中的婴儿 DNA 是一种全新的、从没见过 DNA。